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俊。今天呢，听说洛圣都又有大量的这个马桶怪会进攻，所以我们这个摄影机人呢，必须要跟他做一个对抗。那在影片开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怎么有人偷袭？还有这样子偷偷来的、喔？我嘞，他赤手空拳就想要来跟我 PK。好说，我的样子也是一个人类吧，对不对？他也觉得他是人类啊，因为他有头，我没有头，但是我有身体。其实我跟他如果合体的话，我们就是这个正常人类。换的头给我好了。我发现我打不到他，拿个斧头应该就砍得到了吧？砍，我再砍，不行。那我们拿个这个高尔夫球的杆子，来，来，完全打不到他。他太矮了啦。看来我们只能拿出我们该有的手枪。你不要再过来了，知道痛了吧？哎呦！我又没事，来再给你一发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其实好像听说，只要按下那个冲水的按钮，它也是一级必杀、啊。按下冲水的按钮呢，那它那颗头就会被冲下去。哇嘞，怎么突然来那么多只？不是吧，是来太多只了吧？看来我们必须换个武器，榴弹炮，直接榴弹炮炸你们。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直接炸在你身上！吼吼吼！好人类，这边好一只，这边好一只，我看到了，会怕就好。哎嘿！哎呦，炸到我自己！哇嘞，怎么洛圣都突然出现这么多只那个啊马桶怪？太多了吧？那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一些比较厉害的载具啊？突然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拿枪的马桶怪，好，加上我已经换上了这个坦克车，监控人、摄影机人怎么可能输给你们？来，先把马桶怪给压一压就好了，你们的子弹是打不穿我的，嘿嘿，还直接开枪，开枪，哇，哪里一直射啊？哇，真的很凶哎，哦。好像在我有这个载具才可以阻挡他的攻击，看来这个对我来讲也不算什么吧。哇嘞，等一下，越出越多啊，他是打不完是不是？那边还有一个，大过去，我们先把他全部都确实给清干净。有一个这边，看来这些人全部都不是对手。等一下。前面出现了一只浩克马桶，快炸他！哇嘞，好像在我有坦克车，不然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小心一点！虽然我是短剑坦克，但是还是会坏啊！我们赶快先闪再说。完了！真的发 BQ 了！GG 死掉啊！为什么死掉变麦克？傻眼！重生之后，我拥有了钢铁人的能力，太强了！这样子我应该就不怕这个浩克了吧？浩克基本上也不会是我的对手了。那浩克现在人在哪里？我们马上去找他，不太可能打输他了吧？马桶浩克在哪里？没看到，没看到人。通过！我看到，射他！哇嘞，马桶浩克！哇嘞，射他一下！然后我们砍他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我被卡在山地里面！这马桶浩克好凶！他太强了，一般的这个
钢铁人之力没办法赢他。哦，哇塞！看来我们只要使出我们的拳头攻击，揍你，连续揍。哦，洛克人炮集气！哎呦，没集到气，被断章。哎呦，还用石头攻击，他真的很凶哎。不要再抓了，放掉，再这样下去，再给你一拳，再给你一拳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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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BQ 了，真的 BBQ 了。哎呦，好，连续击，等一下看一下他死了吗？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没有死啊？有吗？看来这个马桶浩克已经被我给歼灭了。哇，太夸张了！怎么会有这个马桶怪？好，加在我有钢铁人之力啊！哦，哇，好几只大只的！哇塞，太夸张了！快跑，快逃！会输，会输！不行啊！哇嘞，区区。死亡，我嘞！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，让阿金变得更好。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